谓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我们要好好珍惜时间，努力读书，将来才可以出人头地。读书，写字，写字，我要写字，我要好好学习，我要出人头地，出人头地。这就是我的新年愿望，那你的愿望又是什么呢？Cuties. Be a part of our Cuties family today.